大家好，我是Nelson，我们今天呢要开箱一个东西啊，它叫做太空饼干。我来看一下卖家资料，它上面写的哦，照念一下给大家听一下哦。卖家是写说 100% 合法 ,100% 安全。啊，不这样讲你怎么会买？不过应该是合法，因为他卖了3000片左右了。哦，卖那么多？对啊，卖那么多片了。哎，对，不在那边呛啊。啊，我先讲它里面的作用啊。它上面开头是说，飞行时间约10到24小时，第一次请先试一片，如果没有感觉，再加第二片。飞行？飞加的吗？一万呢？超古典。好，我去念。他说，如果酒量好的人哦，可以直接吃2片。然后因为 我本身其实没有到非常好。加一片啊，嘛是加一片。吃2片了，先一片啊，先吃一片啊。一次吃1至2片 ，CP 值超高。强烈建议空腹吃，更快的感觉。他们写说秘秘密的秘，老祖宗的智慧不只是只有肉豆蔻，不只是只有肉豆蔻，不只是只有肉豆蔻，讲了3次啊。他说他混合多种中药材以及草本，纯天然，每日限量纯手工制作，讲得那么好吃啊！各位朋友，这个呢，我有看过别牌的，别的 YouTube 有拍，后来还上新闻了。医师是说那个是属于用肉豆蔻啊，肉豆蔻好像过量就会产生迷幻作用。里头肉豆蔻醚和懒香指数确实让人产生幻。感觉作用，不管怎么说啦，他竟然说100%合法，100%安全，我就以身来尝试看看啊。各位朋友，如果等一下吃如果什么效果的话，我自己会承担的。平常如果朋友的话，讲清楚再来体验的。可是你说他都卖5000多片了，3000多片了，就乱多加，你自己预定的。好了，打算要去卖了啊，就这个啦，直接来开箱了，不多说了。好了，不演了，来，直接吃了。这个蛮漂亮的哦，看起来好像外面卖的那种手工饼干，对，很像哦，很漂亮啊。他之前的招牌好像是长得像个耶稣的。他说加量不加价，可能那个包装他们变成是普通包装啊，加量啊，比较大花一点、啊。哇，还提升你帮你飞行多久？你要吃了，好可怕、啊，开始吃了，先闻看看味道，先打开，先打开看看，听听看声音，咔嚓，我们先闻闻看，还有点香香的中药的味道，你要不要先闻闻看？我也想。对，因为阿用不能吃啊，阿用是骑机车来我家的，我怕他吃一吃，人家没办法回去。有很重的香料的味道。对，香料的味道。这很皱纹呢，还不皱纹啊，香料会很重。把我们拿起来看看哦。好，蛮小片的耶。对，蛮小片的，差不多一个掌心啊。可是它为什么是冰冰的？因为我刚刚冰在冷冻了、啊，他是说建议啦，3到5天内处理掉、啊，吃掉是最新鲜的。原来是纯手工的。不然先试试看，我先上太空了。羡慕哦，上太空。像什么味道？吃起来很像樟脑丸的味道，真的像樟脑丸的味道，好像我吃过樟脑丸。对啊，可是它的味道真的是樟脑丸的味道，很浓很浓的中药味哦，味道是香的。但会难吃吗？它没有加糖的，如果加点糖会更好吃哦。来要求大家。这应该吃完会像酒醉的感觉，因为我平常没在喝酒啊，只是有时候小酌，所以我个人认为一片干就来了，这就可以飞上太空。我先跟各位讲一下，我喝醉通常是会想睡觉了，通常不太会做一些阴冷的事情的。先吃完看看我有什么反应，到时候会记录给大家看的。别担心，就算神志不清，我会把你记录啊。好了，来，剩下方块吃掉了。好，一口塞啊，怕干了。我算是整块吃掉啦、啊。目前感觉怎么样？没任何怎么样，口干舌燥，就是感觉像有点干干的，嘴巴有点干干的。好，我们等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，再跟大家讲。我们现在要把它叫起来，现在过了快一个小时。哎，起来了。怎样？看一下镜头啦，看你睡那么久。我没有睡啊，只是有点头有点胀胀的。啊，不然你看一下我现在觉得哪里有不一样？一样啊。一样什么？一样丑啊！靠背、啊，饼干没用，上什么太空 啊？不拍了啦。现在目前是有用啊，有点胀胀的、啊，有点想睡觉那种感觉。可能我在想药效还没有完全发作，不然我们再等一下下。再等个半个小时看看了。我去躺下，真的有点想睡。喂，邱哲，怎么啦？哇，好了。哇，叫你邱哲就好了。啊，帮我等一下好不好？真的等一下。现在过了2个小时啊，牛舌哥好像浑浓欲睡了，叫都叫不起来。啊，不管怎样，我们还是要把它做个收尾了。我现在拿着这把灯呢，大家面前开起来，顺便把它叫起来。
开盏灯吓吓他。喂，起来了，做收尾，在干嘛？不要吵。怎么了？还有呼吸吗？呼吸那么大声，看来应该是昏睡了。欸，你吃完是怎样？酒醉啊？有点晕晕的。晕晕的，就有点类似酗酒的那种感觉。要送急诊吗？不用，睡觉就好，不要吵我。还是我陪你睡？还是要口对口呼吸？我只求一件事啊。什么事啊？遗产要给我呀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年产片量会增加啊！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哦，一定要订阅我们啊，甚至强迫你朋友订阅我们哦。你看，连我家猫都疯起来了啊！爽，一定要订阅就是了啦。不爽啊！啊，不爽再看一遍啊，看到爽为止啊！强迫我们订阅就是了啦，马上冲起来！太凶了啦！